大字报也太懒了吧，好像我。第八天喽。第八，你为什么突然间要动手术了？想要攻击哪一个男人的吗？应该就是 Sebastian 的吧。没目标的我，每天都是 Sebastian。大字报也太懒了吧，好像我。他的工会在哪里啦？我其实讲真的，我不太记得他工会在哪里。哎，呀，哦哦哦，上面不是下面哦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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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错路而已，走错路而已。还想说奇怪，为什么我走不过去？来，今天又能赚多少呢？今天什么都没有，300个木材就这。心酸。那是什么？吃点吧。沙丁鱼我家好像可以钓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哦，第二个，呀，我觉得要赶上去好麻烦哦。走吧。有人记得那个工会在哪里吗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对啊，马龙的工会在哪里的？我还挖不够吗？还需要三个。你很烦欸。完了，我觉得我来不及。算了，我可以慢慢来了。我想说今天挖吧，然后给那个铁匠谱，那感觉就来不及了。
呀，够了吗？还差一个。我觉得我那个来不及了啦，还要跑了。往右走。哦。所以这个就是他叫我来这里的原因，就是看一下他们的工会，然后就这样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需要一样东西，克林特。今天星期几？今天周一，现在几点？还会去酒吧？行，走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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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啦！所以我现在要打出来，对不对？堵在他家门口真的好吗？嗯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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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还想说快要放弃了。这个可以拿吧，走吧。回家喽。没有。所以夏季是有，哎，没有，春季是有四种东西嘛，我目前是有三种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还差一种，还有一种是什么来着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嗯，山药先放这吧，我怕之后有用到。OK。这个也可以丢吧，这个要给那个他们，所以要放着。然后把这个放进去 ，OK， 好。接下来钓鱼，哎，等一下，我鱼竿呢？我的鱼竿。我在想，我上面也能钓，对不对？沙丁鱼吗？应该钓得到吧，我这边都算海滩了。垃圾。更多的垃圾，我觉得这边钓不到，我还钓到舅舅可乐，哎，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人很喜欢舅舅可乐，是谁来着？我有点忘记了。
掉吧。嗯，嗯，凌晨了，该睡觉喽。算了，走吧。我家猫咪怎么睡在我床上？今天总共赚了207而已。那我们进入第九天了。师傅不拿尽心全力也给你搞单，为什么？今天九号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要弄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下面那一个也长得太慢了吧，到现在没长出来耶。结果我还是要继续钓鱼，对不对？三只沙丁鱼，不知道，感觉我钓不到哎，都没有鱼要上钩的样子。比目鱼，比目鱼好吃也很贵。不对啊，我要沙丁鱼。难道我钓错地方了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海鱼，对啊，海鱼没有错。你可以上去一下吗？我想拿一个宝箱。你可以上去一下吗？同学，上求你了，同学。啊，他不上去我难做事哎。啊！我很讨厌出。算了。算了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Hello， 我要换一个地方钓了，换个地方钓吧。等等哦，看一下哦，我记得我家有一个蛮好的钓鱼地点的。啊，找到了，够深了吧？我这边也是海边啊，我这边可以钓到比目鱼弟弟，我这边可以钓到大的比目鱼。啊，有了 ，Let's go！ 我需要三只。耶，够了吗？好，走吧。我们顺便看一下这边有没有那个。个野草好了，
看起来好像没有。哦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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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啊！前面啊！OK， 我们先回家，等一下，应该来得及。因为我玩的是新露谷，不是牧场物语，所以应该来得及。那只猫好懒。这个我要带出门，嗯。这个我先放这，这个我先放这，不要，这个带出去吧。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先把这个几个放下来先。等等哦，我还需要带什么？我需要带这一个，这一个跟这一个。OK， 好，走吧。应该就可以了吧，掉过就可以了，走吧。还有博物馆，是我全部东西都有带着。我们今天要跑很多地方，但也来得及。身上不够吧？够啊，够啊。好像是规定，只要你掉到三只就行了。好像你身上有没有够，应该都没关系。不够的话，我们这边是海边，我们可以直接掉，没差。请问一下在哪里？大哥，大哥，他冷呢？等一下，现在三点而已啊，地图看不到，好感度不够。今天九号，他不在的话，要么就是在那个酒吧吧，西皮澡。地图会显示，好像是要到一定好感度。我不知道是这款游戏还是另外一款游戏，总之其中一款是这样，其中一款的设定是这样子。我先去酒店先，绝对不会跑的东西。没有，我先去博物馆先，酒店不啦。树生是需要一整个季节，但并不需要过多打理。树苗旁边的杂草跟木清干净。好，各个庄稼在当季节的时候就失去。四点多，还在哪里？酒吧吧。没有问题啦，找人这种东西还 OK， 还行。不在工作岗位就在酒吧。文森特的生日要到了啊！我错过他的生日，没关系，星期三文森特的生日。文森特喜欢什么东西啊？绿色，好，可以啦。在那边我要怎么呀？我比较好奇下面是什么东西。算
他不在岗位，他在岗位我就可以买东西了。各位观众，准备好面对地狱了吗？我应该可以开始了。春季种子。好，来下一个。对，我就是要开启这一个最麻烦的东西来的。鱼的还好，鱼的还好，鱼的不担心，我不要担心上面那一个。土豆我们有，这个我们有，青豆跟花椰菜是个问题，我记得还有一个。啊，这一个黄蜂草哦，哦不，这个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我想一下该怎么办啊。OK， 树叶。OK， 好。好麻烦，我是嫌它麻烦。八号金色针其实蛮好出的，真的假的？想当年，你要弄出一叫金色，哼！他没有在做工哎、欸，我需要你做工哎、欸，哼！想当年你要弄个金色，你等啊，你等等。你没有肥料想出金色，你可以等久久了。你懂什么叫做 wet long long 吗？哦，我都忘记说我要去找提亮谷，算了，随便。你的交换在。哎，这个东西还会需要吗？算了，留一个好了。这可以丢，哎，丢吧，没关系。嗯，所以我们明天又要去挖矿。OK， 还有。我没有金色的哎、欸，有金色我就可以丢了。好，我们再清理一下吧。疲惫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走吧。我在想，我要不要再开个一个仓库了？我这个仓库有点满。好，走吧，休息吧。沙道，我记得是不可以用加水器是吗？对，是的。我今天总共赚了922，蛮多的哎、欸。